这样的感觉。然后我那时候 OK，Go。我在现场，我就看到那个小朋友，因为他也很可爱，他在吹，但是我心里就在想，好险他吹的不是我的歌。对啊，开一个玩笑好了，反正今天就算是我的一个才艺表演，然后如果有出错什么，希望你们就是可以忍耐。I'm gonna do it.